6月23日，平時咪聽開講話魚蛋粉嘅，唔知點解今日點解魚蛋米咧？最後嗰輪嚟啊，冇噶啦，所以啲嚟都冇得食。其實就特別好食嘅，高高通通啦，又有啲魚片頭啊，有啲魚蛋啊，一間又會搭飛機過去東京。2:00起飛，咁到時好似係7:00都會飛到去東京嗰邊，咁啊晨早流流啦，都唔知去得邊度。我嘅行程係乜都未 plan 好。你哋嚟緊呢7日咧，將會見到有一個傻佬喺度拍片嘅，就係拍啲乜嘢咧？會係見到一個傻佬從來未去過日本嘅，然之後我又唔識日文。 要乜嘢準備都冇，一個傻仔飛過嚟東京，睇下你哋會睇到啲乜嘢。到時你哋會見到好多蝦碌嘅嘢啊，好笑嘅嘢啊。咁樣到時再拍俾你哋睇下啦。有興趣嘅話，記住繼續追落去啦。最後同你哋乾杯，同你哋講個秘密啦。你睇下，點解頭先有個傻仔就係搭lift啊？啊，你睇下。 有咩理由啊？爭嗰兩步路，你唔知我過去電梯嗰度噶？你睇下，頂勁傻仔喺度搭 lift， 真係低 B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6:50，预报厅状况良好，温度摄氏20度。 到啦，終於到咗東京啊！成田機場啦，而家係咁樣，我而家咧就要去攞飛，咁啊同阿某碌嗰度咧就買咗張 Skyliner， 咁我而家咧就要去揾佢哋嗰個票務站去換飛啦。咁樣而家咧就要揾下啦，但係咧我係完全唔識日文嘅，咁你話點揾咧？究竟要喺邊度咧？佢個站，我啲功課又做得唔好啊，所以而家真係瀨曬嘢。 我爭啲上唔到飛機咯，爭啲唔需要嚟東京，爭啲可能要買多張飛機票先至可以嚟到東京，真係爭好少好少，仲慘過跑100米。我哋一間再同大家分享下，咁我而家去攞飛先，再同大家傾下偈。去邊換飛啊？唔知瀨嘢，我冇睇攻略啊，瀨嘢啊呢次。 好啦，我終於見到 Skyliner 個換飛中心啊，就喺前面呢度啊。原來要落電梯轉右手邊，可以換飛啊。因為我第一次嚟東京咧，我諗住舒舒服服咧，又唔識得點樣搭嗰啲火車啊、地鐵啊、電車啊，乜 Q 嘢都唔識啊，跟住諗住買個最簡單嘅 Skyliner， 直接去到酒店住嗰個上野嗰度啦。好，換飛先。
我真係超級無敵黑仔王，地獄黑仔王嗰只。下一班車咧係四分鐘之後，咁我攞完飛之後咧，要即刻衝過去搭車，如果唔係咧就會瀨嘢上唔到啦。但我連個站都喺邊都唔知道，所以咧我同佢講我趕得唔切啊。跟住我咁佢又俾我講下一班車係幾點啊？下一班車你睇下而家係9:59。如果你預訂咗買咗飛之後一走啲車就瀨嘢。如果唔係咧，可以過去搭京城本線啊，京城呢個 SkyAccess 啊嗰啲咁樣嘅嘢。走咗車可以轉車，但係我一早俾咗錢喺某碌嗰度，一走車就瀨嘢啊！而家9:16，我仲要等多九個字先上到車。我而家首先要去揾咗個車站喺邊度先，咁啊陣間再見啦。可以複雜到咁樣嘅，救命咯！頭先啲爭啲走車，然之後又爭啲上錯車卡。呢度就係日本啊！感動到想喊嘅感覺，我終於嚟到日本。哇！而家嚟買西瓜卡啦，我而家喺原來 JR 路先。畫面將用繁體中文表示。跟住而家咧係有繁體中文啦，而家話購買新嘅 SIM 卡，入錢喺邊度？入錢喎呢度。呢張就係我嘅新嘅西瓜卡啦，以後我年年都走嚟日本玩下咁樣先。終於都到啦！我終於行到嚟呢度啦。行到嚟呢间酒店度，好攰啊！点解间酒店好似咁远咁嘅？之前上网睇话间酒店喺车站隔篱，都唔系隔篱，车站附近行7分钟左右。哇，行到身水身汗啊！你哋开心啦，睇到我点样喺呢个日本兜踎啦，特登拍个节目，拍个兜踎节目嚟俾你哋睇下。真係好辛苦。上網之前睇咗咧，呢間酒店咧，佢個入口咧喺條冷巷仔後邊嘅，正常嚟講係好難揾到。就喺呢度，喺前面見到啦，我終於係啊，我認得佢啦。上網睇嘅圖片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終於到我哋今日要去嘅呢7日裏面要住嘅酒店啦。你睇下。無啦啦，點會喺呢個路中心入邊啊？假嘅呢個，呃你哋。下一個街口先係，又俾佢 fix 咗啦。即係圖好似上網喺 Google Map 見過，跟住又 fix 咗。
我哋再行前多一格就係啦，應該我相信。哇！有咁樣拍單車咁潮嘅，大陸都冇喎。好啦，我又行錯咗啦。喂，究竟個入口喺邊度啊？阿大哥，啊，假象嚟嘅喎，我又認錯咗。好啦，今次呢個標題我已經諗好咗，叫做《走在迷失的東京》，或者叫《迷失泰利小東京》。你哋覺得有啲咩標題貼切咧？幫我諗下。唉，好辛苦。會而家咧會去揾一笪地方咧，都好似玩挑戰咁樣啦，好似打挑戰咁樣，完全唔知道對手下一步做啲乜嘢。唉，我真係兜踎遊東京，辛苦。好多單車呢度，平時都唔會見到咁多單車喺香港，見一架已經俾人插一架或者爛仔。原來呢度啊，真係呢度啊，我冇講錯啊！你睇下，佢入口真係喺呢度啊。不過是難找了一點點，你們說是吧？終於找到個入口了，好吧，這裡就是我們這七日，我們這七日要住的酒店了。好了，我進去了。我們要三點鐘才可以做 check in， 現在要找東西吃，現在才可以吃早餐。我由香港撞反上到日本，因為落雨咁點算咧？咁啊瀨嘢！我又一次柒咗，又一次瀨嘢。唉，我而家超人冇電啦，是但去一間拉麵食下先。